那凭借我的少女时代一夜走红之后呢，王大陆要和老板柴智屏解约的事呢，一直是备受关注啊。转眼一个月过去了，原本口口声声说着要和平分手的王大陆呢，突然于1月6号下午在台北召开了发布会，与前老板开撕了。而柴智屏呢，也不甘示弱，立马是现身回应。我要离开柴智屏公司，我要离开。一定是有我自己的原因。距离爆出解约已经过去一个多月，但这个中原委王大陆还是第一次提出。可能我没有办法去适应一些谣言或是是非，因为每家公司可能有不同的文化。那我也试着去努力去调试我自己，看可不可以改变一切。那我努力了也3年吧，到拍完我的少女时代也没有太大的改变。王大陆无法适应的公司文化到底是什么呢？对此柴智屏如此解释：我要替我的经纪团队感到委屈，大家都很尽心尽力的希望他能够有好的成绩。我们在中间拍的是一个投资很大的电影，他也是第二男主角。为了王大陆，就是我们也量身定做了一部电影《排球甜心》，那部电影也是要大概1亿台币的投资，可是，大家都知道那一年我们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所以就延宕了那个拍摄。那延宕了拍摄，再回过头来想要不要再拍摄的时候，就有接到少女时代的第一男主角的角色。用数个例子来证明王大陆签约后的3年从未受到过怠慢。事实上，就在12月中旬，柴智屏还如此形容自己和王大陆的关系：我其实把王大陆也当作自己的小孩一样。这一次王大陆却给了柴智屏一个响亮的耳光：就他也比较忙。对啊，对柴姐的关系呢？没有什么关系。王大陆更默认在我的少女时代选中自己做男主时，柴智屏第一反应竟然是为什么选他，就蛮难过的。所以的确是有听到这样子。对于王大陆翻脸不认母子情，柴智屏委屈万分地掏出了手机。我们两个共同在杀青酒的时候，他找我拍了一张照片，因为我们两个那天穿得很像，所以他就说哦，我们穿得很像啊。然后他自己上面写母子，对啊，对，那母子是他写的嘛，对不对？无论两人关系如何，王大陆眼下已经做好了与柴智屏背水一战的准备。在当天的发布会上，他通过代理律师郑重宣布已于1月4日进行提告。跟柴姐也聊了很久，然后谈的条件也不是我能承担的。到底是什么条件让眼下台湾地区最红小鲜肉王大陆不能承担？答案就在这一纸文书上，主要归结起来为3点：第一，必须一次性付清3000万新台币，即人民币600万；第二，未来4年所有收入继续按原比例抽成；第三，为公司出演3部电影，每部电影为60天档期，片酬每部100万人民币。其实我们的经纪约本身就是很严谨的，如果是说，要解约其实是困难的。至于要解约的条件，我就交给律师。柴智屏曾放言，王大陆想解约不容易，不过具体细节自己不参与指定。但眼下曝光的条件如此严苛，让所有人始料未及。对此，王大陆的代理律师直指下狠手的就是柴智屏，说他当初说完全没有提供任何的说法，或者是没有开出任何条件，这应该是跟事实不太相符的啊，因为这是他有签名的正式的文件啊。那这份文件呢，也在12月2号签的。对于王大陆方面的指责，柴智屏也毫不客气，直接放出大招。是父亲主动说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解约，其实这些条件，就是3000万的解约金，以及包括父亲说他觉得未来以后，只要是有赚的每一分钱，都会按照合约的内容里面把抽成给回来。王大陆代理律师承认，当时这些条件王大陆的父亲王台庆确实已经签字，但他也指出王大陆本人并不同意，也未签字。其实我们也在上面附注了一个必须要是王大陆本人的同意。对此，王大陆代理律师坚持条款不具备法律效力，更透露此后曾多次试图与柴智屏方面详约面谈，但对方始终不肯回应。万般无奈之下，他们只能选择单方终止经纪委任契约。
主张请当地法院根据过去所得来定最后的解约赔偿金额。这个公司不是应该是说今天你要说要签约就签约，要来就来，要走就走。柴志平强调，公司合约不可以单方面解除，经济关系依然存在，但认为已经回归自由身的王大陆早就开始考虑未来了。我会自己开公司啊，然后有好的合作对象我都会想要合作。发布会结束后，王大陆也是如释重负的露出了招牌式的笑容。对于外界忘恩负义的评论，他说自己问心无愧。那如果我拍了少女时代然后没有红或是没有起来，不受大家那么喜欢的话，我离开会叫忘恩负义吗？接这部戏的时候有，因为剧本非常好，角色非常好，所以一定要想一下。但你不可能说没想，那你们干嘛接？我不是白痴，我不是傻。对于此次的风波，柴智屏同样底气十足。末了，他也不忘奉劝昔日门生别笑得太早，不到最后关头，最好不要对簿公堂。其实在我心里面，现在我还是觉得把他当小孩子看。我们一直希望可以弥补他心里面的委屈，好，是我并不怪他，因为我觉得年轻人会有迷失的时候。新闻在线台北采访报道。